哇，上来就是来了个下马威啊！18连把拳王希望的克里斯打到了只剩2个的血量了。了，是不是很帅啊？刷个赞！红中毒奶是真的强。大家发现没有，他的连段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，完全就是一种享受。季姐是一个专门研究连段的，专门开发连招的。很多我们之前看的灯神啊、八十月啊、张艺希 UP 的连段，很多都是从他这里啊参考的。但是他一般他打比赛，你看他都是喜欢用这种难度系数比较高的啊这种连段方式。这连段方式好看少看，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断连啊。很多时候你看他断连了，不是说他不会连，是因为他想玩那种花的花式的一种连段。我这点就跟他们不一样。好，拳王希望你要硬气一把啊！欢迎 TIDOX 兄弟来了，晚超。好，黑弟姐是大猪，要遭罪了，因为在板边的话，哇，我们 PK 干到22连胜了，感谢大家支持啊！22连胜了。我有打标来了吗？欢迎路过了。红猪哥今天挺正经的，这话说的，哪天不正经啊？欢迎草猪。完了，气球被广州男孩赢完了。谢谢艳阳的风车啊。好，回头看比赛，那目前的对局是来到了拳王七王2-8了。阿王你要加油啊。